我自己来吧，别动。不是自夸说已经融会贯通了吗？我不过是命他们加了三成力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是你给的武器太烂了，我不好发挥。再忍一忍吧，我已移民研修去寻更好的了。这还差不多。长旗大人，前面的自己擦，我出去一下。哦。 关我殿下，今日又是什么阵法解不开了？降旗阵。降旗阵？这整个降旗营就像一个大阵，把我牢牢的捆住，我都感觉我要喘不过气了。 没有，我埋伏在菜市酒肆外，未免打草惊蛇，入夜后才行动。此间无人出入，可等我们进去后，里面却没有人。光王的情报不会错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还派人守在紫衣军门口，可丽蓉也没有回去。这两人难道一起失踪了？同时失踪的，还有于真房的那波死士。我们晚了一步。 玲玲，掌旗人有请。
站住！你不是江启英的人，你是谁？玉珍房死士，是，奉上宫之命，妖姑娘一见，请。爷爷，这一切都是你在天上安排好的，对吗？你不忍我孤苦，让若琳活了下来；不忍我无助，让光王暗中相助我。现在，连裘子良都快死了，而我竟还有机会安宁度日。等裘子良和齐燕双双死去，我就把东西交给光王。自此，和若琳一起慢慢变老，安享盛世。长旗大人，怎么了？有人潜入，杀了祖三，拿了他衣服。拿走衣服？玲玲呢？刚还在广场演习阵法，这会儿就不见了。禀报长旗人，柴房密道发现异样，似乎被人打开过。我上次就建议你把这条密道毁掉。当年，爷爷就是带着我和若琳从这里逃出去的。一念之人，也是我的疏忽。本以为将他封上，设了机关就好，没想到反被人给利用了。这是玲玲衣服上的。我就知道了。等会儿你先走，他们是来抓我的，你先回去复命，等我另选时机与你相见。不行，主人说他处境危险，不能久留，务必要亲自见你一面。为什么？主人说事关你的真实身世，不能托人转告。撤！他在亲子林等你，你先下车，我把他们迎走。停车！你还是告诉他真相吧。我是真怕，还没等你报完仇，他就先把你当仇人给杀了。他不会杀人，但他会恨你。那也总比他恨自己要好。算了，不劝你了。
反正你也从来都不听我的。阿兄，有件事，也许我应该提前。等一下，我可不可以不听啊？我其实很忙的，我还要找程曦呢。对了，哎呀，程曦，我想来想去，没准儿他躲在大人府里。如今这恒安城啊，也就是那个地方没找了。我现在就去。阿兄。